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攻略五攻略效应的征服原神震惊的应用研究 5.2 一更活动攻略气体流向的偏转从此激发的研究生态波动的影响创伤愈合的可能光热效应的征服共鸣震动的归因原神 4.6 积分倍率化选择10倍，然后进来之后呢，上半的话是仆人行秋班尼特，然后你最后一个角色的话可以带个砂糖或者带个弯叶啊，然后我们连的话你就共鸣的话我们就不改了，横着连啊，然后下半好，下半的话我们就全部连最后一个，然后角色的话就是林尼夏沃磊送的这三个角色啊，剩下送的这三个角色，然后这边的话带一个这个随便一个雷属性的角色啊，随便一个雷属性角色，好，仆人开翼，然后切行秋Q 一翼，然后切班尼特 Q， 然后切仆人啊，重击之后回收印记，然后普攻啊。你这边的话就一直驻场普攻就行了。然后没有许仆人的大招的话，等到你没有血了之后就开大。仆人的大招的话是不需要怎么开的啊，没血了就开大。他大招可以回血啊，啊，上次有说没血了就开大可以回血啊，好吧，行。啥不？来，不假。道伯四十刀爪啊，还好啊，怪不我吗？好，那上半的话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分数打满了，然后下半的话你这边就夏沃磊 QE 托马 QE 一杀 E， 然后切零你 EQ， 好，然后开始射箭啊，不好吧，以我到我的协会小问照喵两问喵八百别挡不到第一动法，这个不牢掉解点起解放
你一